这儿呢，这儿。哎，这是心，心，心。二十一封，你能给我写一封吗？我一定会给你写一封，放心。雪婷，我也能写。我就怕我文化水平太低了，也写不出来。雪婷，我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呀？你放心，我下辈子一定投个好人家，我一定长得比我二师兄还帅。你放心，下辈子咱们俩一定在一起。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我就特别高兴，每天心里就跟吃了蜜一样。雪婷，雪婷，花来了，雪婷，花，听说樱花战队伤亡惨重，连专家都被抢走了。大佐，属下无能。朽木不可雕。大佐，我是在说这块石头料选错了。二师兄，看你平时油嘴滑舌的，但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，你也有理想。二师兄，你又来到我梦里了，你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允许就到我的梦里来了呢？你这样让我很措手不及，你知道吗？二师兄，你别再缠着山鹰姐了，我都开始吃醋了。之前你追海棠姐，现在又追山鹰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看看我呢？二师兄，你一直把我当成妹妹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哥哥，你怎么就看不见我喜欢你呢？
耗子，耗子，我在这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就是想说一下我师兄。其实我师兄这人啊，挺有心的。那当初姚雪婷一厢情愿的对他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这还叫有心啊？但他现在知道了，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都快哭抽了，差点没死过去。活该，他早干嘛去了？哎呀，他就这样，他呀长了一颗玻璃心，一捅就碎。哼，真没看出来他是一只小白兔。还哭着呢。啊，我也劝不动他呀。这就是雪婷给你写的信。是。里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已经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了。你都背下来了？一代才俊背几封信有什么难？你说你为什么当初就不懂雪婷的心？你为什么对她不理不睬，不冷不热的？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你啊，不要每一天要死不活的，这样雪婷在天上看了也不会安心的。还有啊，要是有一天我死了，你可不许哭，你要跟所有的人说，他们谁都不许哭。你不许胡说八道。这有什么呀？这个世道，死了，说不定比活着好。我没事了，你也不许哭了。哎，有我野山鹰在，我会保护好你们每一个人的。军况非常危急，日军的糜烂性毒气试验已经到了实战阶段了。小佩姐，什么是糜烂性毒气啊？糜烂性毒气就是指毒气可以不通过人的呼吸系统，直接通过皮肤侵入体内。什么？毒气可以直接钻进肉皮子里面去啊？这位姑娘说的对，只要皮肤暴露在毒气中，就会引起中毒。皮肤红肿、起泡、腐烂，该死的小日本！姐姐，我恨不得扒他们的皮、吃他们的肉、抽他们的筋。你不怕这些小日本的肉又瘦又臭吗？老娘不怕骚，老娘耗的就是这一口。记住，骨头一定要给老娘留着，我要把骨头咬得咯咯响，给雪婷报仇。是，气死老娘了。报仇也好，结恨也好，我们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实验室。安德烈先生，你知道日军把这个实验室搬到哪儿去了吗？自从被日本人抓住，他们对我们是严加防范。我们在哪里，下一步去哪个位置，他们一定不会告诉我们的。如果还在四明一带，我们只能再四处摸摸看，以上次搜索范围的方圆50公里为基础，再扩大我们的搜索面积，我就不相信小鬼子露不出他们的狐狸尾巴。日本兵。日本军械的鞋印，看来日本兵已经经过洋河谷了。
快隐蔽！别跑！站住！大哥，刘花狗，我早说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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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死的冤枉啊！该死的日本人！老乡，日本人为什么要追杀你们？我们是砍柴经过这里的，我们看见了堡垒，我们就多看了两眼，这帮畜生就开始追杀我们。老乡，那个堡垒在哪儿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国民革命军。啊，我是新四军，专门打小日本的。老乡，你能不能带我们去那个堡垒啊？我不敢去。那你看这样，你把我们带到那个附近，然后把方向指给我们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行。就是日本人临时生化实验基地。燕儿，你是怎么知道这就是日本人的临时生化实验基地的？你想啊，日本人来中国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都没藏着掖着，干嘛这个地方看都不让人看啊？用我在军统学习的知识来判断，这里遮遮掩掩的，一定和生化实验有关。嗯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我们进去把它捣毁了吧。不行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他们把实验室搬到这儿，这里一定不简单。我们回去从长计议。走。又从长计议？哎呦，苏海棠，你刚刚说从长计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日本人会给我们从长计议的时间吗？我们从短计议要是来得及的话，我都已经要烧高香了。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。哎，山鹰，我说你啊，听嫂子一句劝，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更何况你吃的还是狗肉，万一这肉没吃到，你要是被狗咬了，这多不划算呢。被狗咬死也比被你们憋死强。不是你强攻确实不是办法，堡垒易守难攻，真要打起来咱们占不了优势，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布置了多少机关，有多少兵力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一个村民得了重病，那个郎中死活都不肯救，我拿枪逼着都没用。他说那个村民得的是热死病，会传染。热死病？走，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治。哎，走走走走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这人得的可能是热死病，是要传染的，你们最好别靠近。这不是热死病，这是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引发的症状。你男人去过哪儿？前些天我男人进山到日本人的堡垒附近打柴，说闻到股怪味儿，回来就成这样了。看来日本人研究的新毒气弹已经接近成功，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。这次进攻敌军基地难度非常大，在敌战区，小鬼子随时会派兵增援，对吧，海棠？小贝说的对。这好办啊，组长，咱们智取，偷袭。根据地形来看，不适合智取，只适合强攻。强攻好啊，强攻是我的强项。
俗话说得好，想要捞大鱼就不能怕水深，想要打老虎呢就不能怕林子密。哎呀，山鹰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这万一强攻，亏了老本咋整啊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反正亏本的生意老娘不干。那这样，咱们给他来个打草惊蛇，引蛇出洞，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山鹰说的对。好，那我也补充一句啊，老鼠驮木楔子，大头在后头。对，这个耗子说的也对，我就是这看法。你们两个说的和我说的引蛇出洞是一个意思吗？不是一个意思吗？海棠，二师兄耗子他们做没做好准备啊？姐姐我这枪法一枪绝对爆头，引出点动静，到时候耗子他们能不能把日本兵一锅端了？淑子小姐，海棠小组就在外面，我们要不要出去教训他们一下？你确定是海棠小组吗？是。哼，这是要引蛇出洞，不用理会他们。嗨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是要完成毒气实验，在完成之前，我是不会和他们计较的。你先下去吧。嗯。鬼子怎么就乱放枪？他不出来啊！再打一枪试试。我打到你出来了。等等，不要恋战，他们没有上当，小日本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咱们先回去。什么引蛇出洞这么麻烦？不就是个大炮楼吗？依我看，备足了炸药，晚上给他炸了。对，一人说什么我都同意，我也同意。你跟这添什么乱啊？一儿，我这个枪法不好，给你当盾牌好不好？盾牌？啊，哼，你要是有乌龟那么硬的壳，姐姐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嗯，哎呀，山鹰，你别一天到晚贪功冒进的啊！你就算不心疼二师兄这个王八，也得想想赵团长吧。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知道王八是什么吗？哎呀，王八是好词儿。哎，是好词儿。去你的！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！听见没有？你俩别吵了！去！我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，我才要求强攻的。姐姐，我实在没有耐心跟小日本打太极。没耐心也得忍着，想不出万全之策。谁也不能轻举妄动。哎，不动手，不动手啊！二师兄，看住野山鹰。啊！等着喝王八汤吧。朱有为，你屁股又痒了是不是？找踹呢是不是？哎，鹰儿，军令难违。海棠让我看着你，出了差错我可没法交代。狗屁军令！苏海棠让你看着我你就听，我现在让你滚你听不听？小声点，小声点儿。燕儿，怎么了？想进去坐坐？我才不进去呢，一代才俊我从来不进姑娘房门，我就留在这儿给你当门神。走狗帮凶，走狗就走狗，总比走人好。嗯？哎哎哎哎哎！你刚刚说我做什么你都答应，那现在就有一件事儿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这也太让人害羞了吧！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呢。你想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肮脏？不是，这怎么肮脏了？哎，
咱们俩，这可是光明正大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做我的盾牌吗？你陪我去强攻吧。啊，哎，英儿，我就那么一说，你也别当真。再者说，我这小身子骨哪能挡得住子弹呢？而且，我们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，然后再去强攻，这样才能确保你的安全，这样不就更好了吗？是吧？骗子！怪不得奶奶说，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的嘴。我，滚！真有劲儿！我喜欢。啊！大家都在这儿，我来说几句。目前我们在进攻基地上遇到了困难，小贝，之前引蛇出洞的计划没有成功，我今天特地请来了安德烈专家帮我们想想办法。你们这些人的想法我真的是不认同，为什么要请外国专家呢？难道他们比我们聪明，一定能想出办法来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外国的技术比我们发达很多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就不久前日本人用热气球带着那些燃烧弹漂洋过海，烧死了好多的人。嘿，不是，你说你这老外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我们中国的孔明灯也能做到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。哎，山鹰，啥意思啊？兵法你不懂。山鹰说的没错，热气球炸弹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难题。丹阳，安德烈先生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突破。我一定尽力而为。放心吧，海棠姐，我们用热气球放燃烧弹和高效炸药，让它飞入城堡，就算它有铜墙铁壁，也会让它中间开个花。我们整天在小鬼子的眼皮底下不太安全，明天一早返回四明山根据地。喂，啊，大佐，听说你那边出了什么状况？请大佐放心，海棠小组的人曾接近过堡垒，但数字并没有上当。您放心，基地一定固若金汤。好，催促那些专家抓紧进行毒气弹的实验，毒气弹一旦成功，你立刻返回中队。嗨，但。哎呀，你说我耗子不，魏子豪，我外号是耗子啊，从娘胎肚子里出生，小偷小摸几十载了，就算吃不饱也没饿死过呀。你说这都多少天了啊，一点油水都没进过。哎呀，净是些素的。哎呀，俗，太俗。没有一点诗情画意，我朱有为才是能上九天揽月、敢下五洋捉鳖的人。哎，这不俗，鳖行啊，咱俩吃鳖去。哎，你别打断我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高尚的灵魂也需要羊肉来滋补。看见没？那几只羊，想喝羊汤不？羊不俗，不是，师兄，咱们现在可不是在国军，这是新四军，你在这偷人老百姓的羊得受处分。怎么就是偷了呢？哎，他们不是说军民一家亲吗？自己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，干不干？行，
崩腾。回来，这事儿得图个你情我愿。这样，我去吸引他的火力，你从后方偷袭，就这么定了。小白，你要多吃一点儿，快快长大啊！哎呀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。古有唐伯虎，今有朱有为。姑娘，难道？你这是在放牧天边的白云吗？你说我的羊是白云啊？你是读书人吧？这位姑娘，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彩霞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认识我？所以说呀，这就是天意。这位姑娘，请起。我看见天边飘过三朵白云，白云乘着彩霞飘过我的窗前，我伸手拦住其中一朵，彩霞害羞地笑了。我把白云藏在我的心里。好美啊。小白，小白，我的小白呢？怎么飘走了一朵白云？小白，一定是风来了，雨来了。小白，小白，快走啊！怎么样，你师兄有点本事吧？有什么本事？你那几句话说的太酸了，牙都快被你酸掉了。你看看，他都知道。哎，你说你当初追人海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人来这段词儿啊？啊，弄得人家当众羞辱你。其实我觉得是啊，馋虫的威力要大过爱情的威力，所以呢，引得我朱有为诗性大发。哎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他都不愿意了，赶紧拦里边给宰喽。走，商量个事儿，这羊肉能不能给英儿他们带回去一些，打打牙祭？哎呀，我不是那种不仗义的人，给他们大家谁都行，就不能给野山鹰。他是一炮筒子脾气，别人吃行，这要让他知道咱偷老百姓的羊，非给咱俩皮活扒喽。剥皮？好主意呀、啊！咱们可以把这个羊皮给剥了，带回去羊肉，就告诉他们说咱们打的是野山羊肉。哎呀，行了，快走吧，走吧，一会儿人来了，走，快走。怎么样，你二师兄我的手艺不错吧？还行吧，比我同福客栈的厨子还差那么一点儿。哎，嘿，丹阳，你说这野山羊做的汤好喝，还是家养的羊做的羊汤好喝啊？好像是比家羊新鲜，好吃，是吧？对，还有没有啊？那个给海棠姐留点。你看看你，就想着你姐。留着呢，放心。哎，那我家山鹰的呢？你看您，咱们家鹰我能拉了吗？够意思。不过，这好吃的羊排好像少了。哎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可告诉你，是我给我们家鹰留了一点儿，是多放了那么一点点羊肉，但是没多放羊排啊。哎。又背着我吃什么好吃的呢？哎，英儿，野山羊肉汤，快，就差你了，快吃吧。野山羊？啊？姐姐，我只听过野猫、野狗、野牛、野驴、野猪，从来没听过什么野山羊。你别忘了，我是猎户出身，你想唬我？不，它真的是野山羊肉汤。哎，你不信你问耗子呀。我跟耗子，我们俩撵了一宿，差点没累瘫了，是不是耗子？就是。行，你要不喝，你拿过来。哎，我干嘛不喝？不过
我看你们好像吃的差不多了啊，我呢自己一个人出去喝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啊？这你都没看出来啊？人家肯定是把羊汤送给赵团长了。哦。哦。哎。什么啊，无爱的。哦。啊。请你放心，我以我三十八团的荣誉担保，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那这附近只有你们三十八团的人，我连个人毛都没看见，难道我的羊还长翅膀飞了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如果是我三十八团的战士偷了你的羊，那我立即五花大绑绑到你面前，任凭你处置。你说话可得算数啊。当然算数。奇怪，赵志光，你看我给你弄什么好吃的来了。赵团长，你不是说你们团好久没有开荤腥了吗？这是啥？这不是羊肉吗？你说话可得算数啊。死丫头，我给我们家老赵弄吃的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认账不认账的？叶山鹰，你这羊汤怎么来的？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给你吃的，你怎么格外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？行了，人家丫头丢了只羊，正找我报案呢，你说你端着羊汤进来，我不问你问谁啊？朱有为真的是一个笨蛋。你干嘛？让你吃。赵团长，你说要给他五花大绑的。不是这个羊汤是我炖的，羊也是我偷的，怎么了？你看他承认了，他承认了，你快绑他，快绑他。你先让你吃。二班长到，把燕山鹰给我绑起来，全团集合，开大会。是。哼，热气球需要绑上炸弹，什么材料才能完成？纱不行，会漏气；而纸太不结实了，承载不了炸弹的重量。迫在眉睫，我们一定要尽快想出办法。那我尽量试试减轻炸弹的重量，但是杀伤力也会有问题。团长怎么还没来呀？山鹰姐，那羊真是你偷的呀？不过我支持你，我俩可私下支持你，你千万别跟我俩说出去啊！你俩是不是傻呀？那羊要是我偷的，我能马上做了羊汤给老周送过去啊？我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对呀，你看看你，净冤枉好人吧？啊，遭报应了吧？一出门嘴上给磕了吧？哎，这两个兔崽子，没听说过那句话。他们干的好事让我们家山鹰顶嘴，善有善报，门都没有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王莽，你今天话那么多。二师兄，耗子，你们两个混蛋，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他是不是吃枪药了？耗子，他就那样，不管。你不知道干什么了啊？哎呀，我干什么呀？你别啊！你们俩干的好事让我们家山鹰去顶罪。海棠，你给我评评理，这两个兔崽子偷的羊，让山鹰在那儿受罪，有这种说法吗？啊！你个兔崽子，二师兄呢？给我叫出来！哎呀，他们二师兄周有为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，你别嚷嚷了，他在山上晒羊皮呢。羊皮？啊，晒羊皮啊！组长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。他晒羊皮，说要弄羊背送给山鹰的。哎，老娘管你羊皮还是狼皮呢？赶紧，丹阳，你把二师兄给我找出来，去！啊，你去。哎，你哼，走，我们一起去。兔崽子，你跟老娘去赵团长那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别逼我出手啊！给我见赵团长去，走。臭的，臭的。嗯，嗯，啥呀？厚度、柔软度、承重力刚刚好。我觉得这材料做热气球炸弹，很好的材料。这外观有人，你的智商快赶上我了吗？本来呢，我是要给我们家婴儿做被褥的。那就因公废私吧，也算是咱们俩立了奇功一件，是吧？什么奇功一件？你把事情闹大了。什么闹大了呀？你们偷养的事情事发了，
叶山鹰被绑住了，在院子里，妖怪批判会呢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早说了你？到现在聊了半天才说。哎呀，赵团长，你快放了山鹰姐吧，这事儿跟山鹰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那不成，我是看着她端着羊肉进来的，她要没事儿，鬼才信呢。这是咋回事？哎呀，放了我们家鹰，啊，羊是我偷的。这么大事儿，你敢帮野山鹰顶雷？你胆子也够大的。今天如果不处理他，那我们还算是人民的军队吗？哎，你给我过来！赶紧的，我过来了。我，你自己说，这事是不是你干的？哎呀，不就是一只羊吗？你说你们至于吗？大不了我吃了再给你们吐出来。是我干的，但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我跟二师兄我们俩一块干的。赵团长，这羊钱呢，我肯定会赔。你说多少？团长，其实我也不是非得要这个羊钱，我就是怕有人破坏部队的规矩，给部队抹黑。既然都承认了，就没有什么事儿了，剩下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这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了新的材料，羊皮。哎，你老拎个臭羊皮干啥呀？你别插嘴。做热气球的好材料啊。我们怎么没想到呢？要多少张？大概是要十张。死丫头，叫俺干啥？现在给你装好买卖，干不干？好买卖啥呀？说，给我们弄十张羊皮。行，这好弄，我到处给你们找找。但是这羊钱，钱不是问题啊，钱一直没出嘛，他家底厚。哎，对，不是，凭什么？一直没啊，你看这样好吗？这个钱算我赵志国个人向你借的。借什么借？都是一家人。哎，别，这不行，这钱是我准备嫁人的。你嫁谁？这还用问呢？我当然是嫁给你哥野山青啊。那你是不是我们老野家媳妇？是啊。那不就行了？哎呀，没你那么算计自己家钱的啊！送开！你要是不借，我就不认你这嫂子。哎，我们全老野家都不认这个嫂子。哎，滚！关你什么事儿？这，我给。哎呀，真是姑奶奶，我怕了你了，给你给我留点行吗？哎，你行了，这么多人，你不嫌丢人呢？老娘的血本钱。嗯，丫头，嗯，来，钱我给你弄来了。但是你要弄不到十张羊皮，我得要回来。行，这十里八村放羊的我都认识，保证啊，晚上给你找到十张羊皮，等着吧。回去嘴上上点药。海棠姐，炸药已经安装好了，你有多少胜算？从在侯山的试验情况看，威力很大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炸药是赵团长送的，效能很好。为了减轻炸弹的重量，我把它们的比例重新进行了配置，没有100%的把握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有90%的胜算。嗯，只要控制好热气球的浮力和炸弹重量的比例，再排除受到风力的影响，再算好热气球放飞时需要的距离的动力，这样热气球就会准确无误地进入堡垒。当炸弹碰到地面受到撞击，撞针就会弹开自动引爆。好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真的微笑被狼烟吞没，英勇的梦想变成一把战火，捍卫我的国，让生命宛如歌，无愧于心，献上一世承诺。洒脱的身影在风雨穿梭，战役的心中有一只小白鸽，渴望乌云散，点燃心中的河，在爱的烈焰中解开一
真心。